Hello，大家晚上好，我是千灵。大家已经有看到我吗？来来来来来，有看到的就可以给个 comment 哦。等一下，我在这边 check 一下，check 一下。耶，看到了，看到我自己上网。现在大家这样的时间，10点钟的时间，是大家是不是在休息着？然后。有没有在看这戏啊，或者是在 relax 当中啊？来来来来，进来的人给我一个反映一下哈，来大家可以 comment comment 啊。等一下，我看一下，Yes，OK，我看到我自己有 online，是的，大家有没有看到我的后面？今天特地用 Zoom 来跟大家做 live 哦，但所以因为就是好像给大家看后面呐、啊，到底是什么东西来的？Stay tuned, Singapore, something special for your immunity is coming soon。所以这一个是关于在新加坡的，所以 before 在讲之前呢、哦，我看今天其实。我今天刚开那个，写那个，刚才我不是写一个标题嘛，然后我的朋友就说，something is coming soon，什么来的，limited edition 啊，Aura Pants，no，不是哦，OK，其实就是啊，大家猜猜看，到底我后面的这一个 billboard 像些什么东西呢？啊，关于免疫系统的。然后大家会不会很好奇，看他的那个 box 是，看他的那个 box 是，感觉到似曾相识哦，到底是怎么来的呢？可以保护我们的那一个免疫系统等等哦，有什么东西可以保护我们的免疫系统的，增强我们的免疫系统的啊？大家其实是不是有想到，诶，好像很耳熟诶，有没有像这一个？有没有这样？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啊，大家自己猜一下哈、啊，我不开图啊。OK，因为我们的这一个 something special coming soon 呢，好，不是在这一个月哦，先打一个广告先，是即将要在新加坡会开卖，然后是几时？大家就 stay tuned on 我的 live，OK？所以它是大概是这样的，有没有？OK，大家看到好像很像那样子哦。对，就是这样子咯啊，在那边又讲一下，不讲一下，其实是很想给大家知道的。你看，还有这个是不是感觉到很香一下？有没有很香一下？你看它的这个后面的跟我们的这个很像。如果大家有在吃这个的话，就恭喜大家咯，因为这一个。我们的这一个食物是得来不易的哈、哦，然后在这一个疫情当中，我相信大家都很照顾自己的健康的啦，很照顾我们的自己的免疫系统啊，然后不去人多的地方啊，等等啊，都很照顾的。Hello，如果哎，我看到线上有人，如果你们可以给我打个招呼吗？还是不认得我了，还认得我吗？虽然我脱了我的牙箍，不过还是我来的，还是我欠您来的。所以其实我们的这一个产品是不是可以保护我们的免疫系统？重要，真的，你看看我们每一天都会接触不同的病原体呀、啊。花粉啊，灰尘啊，然后现在就是我们的这一个最出名的这一个病原体，就是我们的那一个 virus 哦，对不对？所以我们都知道这一个 virus 真的是很顽强的生命啊，就好像我们的这一个我们的身体里面的那一个免疫系统这样子啊，是很顽固的去抵抗外来的那些病原体跟病毒哦。所以啊，
保护我们的那个免疫系统呢，其实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的免疫系统，我们知道我们有先天性跟后天性的免疫系统，所以小孩子啊，在小的时候，他们很容易，有些小孩子他先天性的免疫系统不够强的话，是不是他们就会比较容易生病？当他们生病的时候，是不是就是在 build up 他们的免疫系统？所以这一个是先天性慢慢 build up 咯。所以如果一些小孩子一生出来他的先天性的免疫系统很强的话，基本上他就不会那么容易生病的。OK， 所以不过小孩子容易生病，大家不用担心，因为小孩子他在 build 着他的先天性的那个免疫系统。所以我们的先天性免疫系统有些什么？有 T 效啦、B 效啦，大家有没有听过淋巴？其实都是我们的先天性的那个免疫系统。所以后天性有些什么呢？其实后天性的有这一些产生这一个我们的免疫力的话呢，就是我们的白血球帮我们去攻打的我们的保护我们的免疫系统的话，其实是在有脊椎骨的动物才有的，就好像我们人类咯，有脊椎骨，因为它是在我们的这一个 bone marrow 那一边去产生的。 OK， 就是我们的那一个脊椎骨髓那边 bone marrow 那边去产生的。所以在这个世界上也是只有 4% 的有脊椎的动物是有可以生产这一个后天性的免疫系统的。Hello， 哈哈哈哈哈 ，By Dr. Dico， 我不是 Doctor 啦，不过可以给大家 advice 啦，这样子咯啊。所以这一个是不是我们的身体里面其实是有很精密的奥妙的自体免疫系统的，所以我们要好好保护它，因为我们的免疫系统是不是有对外可以预防那一个病原体？对内的话它可以清除老化病变细胞。所以有些人是不是会很好奇，曾经我听说过一个见证，是我的朋友的婆婆，她是有开始人老了嘛，70-80岁80多岁好像是，然后脑部的细胞开始老化，然后她已经逐渐的不大认识人，不大记得他的孙子的名字，也甚至忘记了他的孩子的名字，也叫不出，然后也整天觉得自己肚子饿，不知道自己几时吃饱，可能就是刚刚吃饱，然后下一秒他就觉得我没有吃到东西，我要吃东西。这个是其实是我们的脑部老人痴呆症的一种。所以他的孙女就觉得很伤心，因为他是很爱这个婆婆，那时候他就投资了一盒的这个食物多，我们的雪乐多给她的婆婆，那时候她婆婆没有记错的话，好像是吃一包啊，一包了，连很好的改善哦，一开始可以认得人了，开始知道哦，其实我已经吃了东西，我已经饱了，我不需要再吃，不会一直在去吃东西啊，这样子。Hello， Jasmine 啊，我的姐妹是，所以这一个许多都是不是对我们的清除老化和便便细胞是很有帮助的？所以我们的其实我们的这个许多都是不是它最主要好像这一个大家看到这一个，大家看到这一个吗？啊，这个其实是好像那一个我们的那一个 macrophage 这样子的，哈哈。其实这一个我们的那一个 IPPA1 啊，它就是可以记住去 activate 我们的那一个巨噬细胞啊。所以其实我们的巨噬细胞对我们的身体里面是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的，它可以保护我们的身体，平衡我们的免疫系统。因为我们知道嘛，很多人讲免疫系统一直想要提高，然后太高不好，太低也不好，太低的话我们容易生病嘛，太高的话我们很容易有皮肤问题啊，红斑狼疮啊等等啊，然后如果能得到平衡的话呢，是最好咯。所以我的朋友就讲，叫我怎样知道我的身体里面的那一个免疫系统有多好啊，其实是平衡的啊。这样如果我们健健康康的话，因为免疫系统它是不能 measure 得到的啊，它是不能 measure 得到，所以我们只能确保我们不生病啊，不保健我们的那个免疫系统，然后给它平衡就好了。然后我不知道我的免疫系统怎样算是平衡了，这样我很相信我这一个许多多它可以帮助到我的身体的免疫系统平衡了啊，这样子。所以我这个东西是很抽象，
很难讲到，不过我确信我的这一个 IPPA 1我们的许多都可以帮助到平衡免疫系统啦。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可以清除老化病变细胞，刚才我讲了，然后还有修复细胞。其实这一个是不是是在我就让我想起了在上个星期的时候，我就有访问到我的一个主人啊，我的一个朋友，其实也是通过我的亲戚，我的表姐他们介绍了，然后才知道哦，原来他的妈妈是有脑部有生了一个东西，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啊，可能是瘤还是什么，就必须要开刀，动手术开刀。就是这边撑过去，然后开他的脑部手术。原本以为是只是用5个小时就可以去动完这个手术的，哪里知道用了整10多个小时。所以哦，你想一下，一个老人家七十多岁这样子，七十多岁也没有记错话，然后动这样一个脑部手术，其实是对一些老人家来讲是其实一个伤害呀。然后也是对身体来讲也是一个负担，中国要动这个手术是因为老人家已经觉得开始不认得人了，然后开始觉得辛苦，所以孩子们都觉得去给他动这个手术吧。然后孝顺的他就投资了这一个许多多给他，因为他妈妈有三高的问题，有高血压、糖尿病啊，最够力的就是有糖尿病。就是因为这个糖尿病，他害怕他的妈妈是不是伤口一旦开刀过后是不是很难复原？因为有时候他们，你知道糖尿病他来到10多点20多的那一个指数的时候，其实还蛮高的，所以他就很担心。所以没有想到是不是当他的妈妈吃了许多多过后，是不是他的康复很快？我还记得那时候他的妈妈，我那时候我就打给他讲，哎，妈妈怎样啊，好不好啊，这样子。所以他跟我讲，哦，我妈妈很好耶。什么很好？因为我妈妈可以去garden 那边哦，做 gardening 耶，我妈妈可以走路嘞，我妈妈可以在 garden 那边哦，去消磨她的时间啊，种她喜欢种的花。他讲以前妈妈都很喜欢做那些 gardening 的东西的，喜欢种花种草，尤其是种花，只是因为身体没有力气，有心无力的要去执行，然后在服用了产品过后，他看到妈妈很好的转变，真的那时候他就讲，因为他是信主的，所以他就讲，哇，真的是感谢主，把这一个贵人，把这一个好的产品引进给他，让他认识的，让他介绍给他妈妈用，而且他本身现在是也开始的要去服用我们的这一个许鲁豆啦啊，是因为他一向来都是买给妈妈，买寄去古庆给妈妈哦，所以我觉得这一个真的是很感动啊。所以如果大家要知道他的那一个分享的话，我可以 send 这个 link 在下面，这样大家就可以知道。然后另外一个呢，其实在上个我不知道大家在这一个 pandemic 的时候啊，有没有看书啊，有些人喜欢看书啊，看戏啊，看 YouTube 啊等等啊，增进自己。然后在这期间呢，我就参加了很多的 Zoom， 因为我们的公司就有大大小小的 Zoom 啊，其中有一个是我们的这一个见证，许多多见证。然后我听了其实都还蛮感动的，因为就是听到有一个他的太太分享叫慧霞的，他就分享他的先生的这一个见证，就讲他的先生是不是因为这一个我们的免疫系统产品，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一个许诺多而重生了，就是得回他的生命了，真的是很感动。因为他那时候我们看到他秀出来他的先生的那个照片啊，躺在病床上，因为他的先生是有那一个胆管癌，然后严重的时候是不是甚至到医院那一边，医生跟他那时候是他内出血，然后输了好像是几包啊，9包的血，是不是都不能帮助到他的先生？那时候他的老他的那个医生已经是跟那个慧霞讲，这样你就
准备好你的老公的身后事吧。我们也是，无能为力，就是因为这样子，是不是？他也孤独一次，就是，不想这么多了，就好吧。既然你也这么讲了，他就叫医生拿完全部那一个仪器啊，装在他的 husband 的身体的，就是他的 husband 身上，然后就拖完，就生他的先生是有一条他吃东他不能吃东西了的。他输送那些什么，他要吃什么东西的话，他是那个留置品的，全部都是倒进去那个 pad， 然后进去了鼻子，然后直接通过他们的肠胃那一边。那时候他就给他的老公吃许乐多，许乐多怎样吃？平常我们知道，我们吃许乐多，我们是这样子脱开，直接脱开，然后直接整包吃嘛。然后他的先生是比较 special 的，因为他已经是不能进食了，所以他就泡水这样子喽，倒在水里面，然后慢慢的倒进去喂他的 husband 这样子吃。哪里知道奇迹发生呢？奇迹发生，让他的先生世杰啊，身体慢慢好转了、慢慢有力气，慢慢可以回应，简直就是死了他，就是重生了，就是因为这个许多多，真的是很感恩，很感恩。然后现在他的这个老公的验血报告，是不是他之前他是胆管癌的后期病患者，是不是现在 check 出来，是不是他的那一个result 是 cancer free 了的？所以真的是很感动。万万没有想到，真的是没有想到，他还是想，哎呀，反正医生都没有什么办法了，就是谁麻懂麻医，是不是广东话是不是这样讲？所以真的，如果大家还没有试用我们的许乐多的话，大家真的好，为自己的健康，然后帮助自己的免疫系统，就自己入手吧。然后好像在新加坡的，我也不知道几时新加坡那一边开始开卖哈 ，OK。然后大家自己猜看哈，如果你想要了解这一个这一个免疫系统 immune health 的话呢，大家可以来问我。然后如果在新加坡那边你想要购买的话呢，其实我们 B International 就拥有了完善的那一个体制，我们有 BE for you， 你可以在里面的去订购下单，或者是大家也可以去我们的新加坡的 HQ 那边去下单啊。我们新加坡的 HQ 呢，其实是在台新那边，台新的大厦其实是很容易找的哈，这样子咯 OK。所以今天我的分享就到这一边啊，所以我讲到这边，大家就自己猜啦，啊 ，OK， 所以我的 live 在这边。好，我看一下，等一下哈，我看一下有什么回应的啊 ，Eddie， 我的老板啊，我以前的老板是。免疫系统很重要，所以要的话可以来问我也是可以。我虽然不是 doctor， 不过营养方面的东西我都读很多的。是哦，哎，谢谢，就是已经把 Connie Hong 的那一个见证发去这一个 comment box 那边了。如果大家要了解的话，好，可以在那一个 comment box 那边可以按那个 link， 大家就可以听到了。如果在新加坡的时候啊，新加坡是不是大家想要了解的话，可以询问我，因为或者是新加坡的那一个伙伴们都可以的，只要是 Being International 的，我们都可以帮助到大家。会有什么产品来？大家猜一猜哈，猜一猜。OK， 好了，真的是要下线了，拜拜。祝大家晚安，然后我们一起 break the chain， 然后一起的赶走掉病毒。记得我们的免疫系统才是最重要的，它是我们的身体里面的第一道防线。OK， bye。